邊個想話俾人知自己唔好嘅過去？佢唔單止救我，佢救我屋企人。我細個冇嘅家庭温暖，而家佢俾翻我。其實而家嘅我好開心啊！我唔係以前嘅我咯，唔使擔心我。究竟我有冇吸引力啫？你就咁就走？你唔惊话俾 Connie 知咩？你仲记唔记得我啊？我系你个女未来啊！所有事都过去啦。大路朝天，搏走一边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你唔好攞阿爸阿妈嚟讲喎，阿爸阿妈再生都唔敢咁话我喎。我在寻找可以回的胸膛，爱在何方？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巧遇上。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我小的时候遇到的男人呢，可能我的形象问题，是不是我的样子问题呢？就是人家觉得我不是好老婆，所以找我好老婆的不找我呢？但是即可能我以前的姻缘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开心的咯。还有其实我入了行之后不是很多段感情。我曾经试过出现过一个我以为有希望的，但是没几年之后都觉得大家 不是很对，所以都没再继续走下去。其实我到现在都没结婚。有很多人呢，無論我朋友或者家人或者很多認識我的人都會擔心我啊，覺得點解？可能是因為現在社會風氣問題，你一不嫁呢，人家會覺得是剩女啊，標籤了好像沒人要的感覺，或者很擔心我咯。其實我覺得已經不重要，現在我活到今日，我其實非常享受我一個人的生活。如果你夾硬為了想結婚找一個伴侶，而結果搞到不開心離婚或者什麼，其實都未必一定是好事咯。你說我要找人結婚找不找到，我隨時找到啦。我只不過是不想做一些，是不是真的幸福呢？ 我不想因為要結婚而結婚咯。我不急，但是我相信我會有幸福。我也想正正常常有個家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每一次遇到的都是一些烂桃花。我也想找个人吃一下。都是的，都是我的对白。那个角色呢，说他是由小到大洗马得中钱的，但是我是由小到大我是养家那个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像，但是我会明白的。但是讲对爱情观那方面，我觉得 都是的。虽然受过很多次伤，但他都相信他将来的爱情一定会幸福的，这个都是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来的。其实现在的我很开心的，我不是以前的我咯，不用担心我。我想跟大家说，其实我最要多谢的主耶稣，多谢你主，是你拯救了我。以前我是一个不相信我，对这个世界没盼望的人，是现在你给他新生命我。我覺得2010年之後就是我下半生另外一個人生咯。我覺得這個信仰對我很大的得益。總之我現在很開心，總之我現在很滿足，還有我很找到我人生的方向。可能以前有很多不開心的記憶，小時候一些不好的經歷，令到我對自己或者 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對人生的價值觀委曲了。但是因為這個信仰，我覺得是救回我的命咯。現在我每一天都很開心。其實我入了行二十多年，為什麼我在這幾年裡面，你們可能會聽到很多新聞講回我以前一些不開心的事，其實我並不是很願意，以前的我真的不是很願意將我不光彩的事講出來給人聽，更加不是我想用我以前的舊事來做宣傳或者來做一個兼職。我覺得這些一點都不是馨香的事，誰想告訴別人自己不好的過去？
同埋講咗出嚟，其實係好多負面嘅聲音，話我點樣唔好，點樣乜嘢。但係點解我都要講出嚟？因為神嘅愛改變咗我，而讓我一定要，即係我受咗太多恩惠，我要企出嚟做一個見證，話俾人聽，我真係喺生命裡面改變。我覺得原來咧，當你願意分享咗出嚟嘅時候，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一種醫治釋放。當你越願意面對自己嘅傷口嘅時候，你越講得多出嚟。我第一次講俾人聽，我細個俾人打，可能我會覺得好痛咯。但係我再講多幾次，我覺得我已經唔痛啦。真係我已經覺得係啊，依啲係我過去人生一個事情咯。我有時間的話，我會去山區做探訪啦，兒童啊，我冇咩做到的，我探訪他哋，可能我為他哋做不到咩，但是其實原來他哋感受到你愛他，你覺得你自己祝福的人做緊善事，其實不是啊，原來你在那度裡面，你找到人生的價值。可能你在香港，可能你在呢個娛樂圈鬥生鬥死，爭很多嘢，其實你不開心。我去到呢度，我覺得我是一個有用的人，我可以祝福到其他人。其實某個程度上，你以為祝福人的時候，人家祝福翻你，即係我覺得我找到我人生的意義咯。佢唔單止救我，佢救我屋企人，即係令到以前我屋企支離破碎。我以前全家咧，以前咧一年都見唔到一次，到即係我哋見面通常都係食團年飯啊，但係我哋成家都冇愛嘅，通常咧坐埋就鬧交噶啦，拍台收場。但係自從我信咗呢個宗教，我家人一個個改變。而家佢哋全部咧，我哋成日都翻教會一齊飲茶啊，即係我哋會大家好彼此關心大家咯。我覺得我細個冇嘅家庭温暖，而家佢俾翻我。其實咧，我嚟翻呢個地方我好開心噶，我有畏高症，啲蛇咧喺周圍躝，跟住躝到我成身都係幾百條啊，成地都係蛇咯。我最驚係。我想起都想喊。